好，主播持续带你来关心金华城弊案的最新进展。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他昨天下午2点召开羁押庭之后，是当场遭法官裁定羁押禁见。那为什么会被羁押呢？主要就是因为他这一次法官认为说他的犯罪嫌疑重大，加上他疑似是为了避免受到重刑，因此是暂时的坦承了部分事实。未来还是有可能会避重就轻，翻译前词，甚至还有可能会勾串共犯以及证人。那我们都知道说，其实柯文哲在第一次羁押庭的时候，就是主张自己完全不知情，因此才能够暂时的全身而退，但是却在第二次羁押庭的时候又坦承了部分事实。那对此，我们今天早上就邀请到了李玉生律师，想请教一下律师说，像他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会构成这个翻供，因此才会被羁押呢？是的，那我们都知道柯文哲一直以来都是做无罪答辩，那无罪答辩的话基本上就是否认所有的犯罪事实，但是在这个第二次的这个羁押理由书里面有提到说柯文哲已经承认了或者是不否认部分的犯罪事实，显然是柯文哲应该是这个检察官或法官已经提出了相关的其他证据，例如说彭振生、邵秀佩等人的一些证词以及相关的记录，已经显示说柯文哲已经明知道这个相关的决议的事项，因此柯文哲才不得不就这些事情，这个如果柯文哲无法说明的话，他也只好去默认这些事情，那就也因此会变成说他第二次的时候对于某一些犯罪事实他不否认，就跟第一次的他完全否认是一个相反的。那同样的，目前检察官已经就这个图利的部分有比较明确的证据，但是法官在羁押理由书也提到说，就这个到底柯文哲有没有实际上收受贿赂的这个部分金流还不明确，可能还需要再做相关的调查，因此法官也认为说，如果让柯文哲到外面去的话，有可能会与相关的关系人来做一些串证啊等等的可能性，因此才把他羁押。所以我们这边整个看起来，柯文哲他现在翻供了，但是之后还是有可能对于他有没有收受贿赂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辩词，因此法官认为有羁押的必要。是，那第二点的部分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律师了，因为第二次开羁押庭的时候，虽然原本高等法院是有发回裁定，并且是指出说有新的事证，但是在第二次羁押庭的时候呢，台北地院的法官他是表示说，在这次的交辩攻防的时候是不能够用新的事证来当作攻防焦点。那假如说柯文哲委任律师又再次提出抗告，而且是抗告成功的话，在第三次的羁押庭，这个当时的陈审法官会不会又主张说有防御权，因此又不能透过新的事证来进行交辩呢？是的，因为柯文哲的律师已经有强调说要维护这个柯文哲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诉讼权，这个也是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因此这一次在第二次的羁押庭的时候，法官认为说还是只能就原来的事证用原来的材料来作为双方攻防的一个基础。如果这一次这个柯文哲的律师提起抗告，假如有机会再发回的话，那我也个人也相信说柯文哲的律师一定也会主张说之后所获得的一些新事实新证据不能拿来作为下一次羁押庭的参考基础，而只能就原来的证据材料来做这个双方的一个攻防。那我想这是应该柯文哲的律师可能会做的事情。那想再请教一下说，那如果柯文哲律师他之后又主张说想要来防御的话，那这样子对于柯文哲来说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是的，那某个程度上，如果就现说就是原来的证据事实的范围来做辩论的话，对于柯文哲的律师来讲，准备上是会比较简单一点，因为随着时间的经过，取得的证据有可能只会越来越多。但是柯文哲的律师同样也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柯文哲他已经不否认一些的犯罪事实了，表示说柯文哲可能明知道这些金华城的相关的决议，而且可能有参与，他是有决议，他是知道这些事情的。这个时候，柯文哲的律师还要来主张说他的犯罪嫌疑不重大，或者是说他在外面不会有这个串证的可能性的话，我想还是需要做一些努力才有办法说服法官的。好，谢谢李律师。那最后呢，其实我们也看到网络上在昨天羁押庭结束之后，有网友就拍下了这三位检察官的背影，也比如说其实这样的背影其实相当的帅气。但我们还是要呼吁民众，其实在法院里面不管是一楼还是二楼以上，在这个地方其实一般民众都是不能够来录影的，因此要避免来拍照录影才会不会因此触法。那么以上就是现场为你掌握到最新消息，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